演艺圈中到底谁是第一个背着灭火器潜水的笨蛋呢？宪哥，因为他背到灭火器，他就跳下去。很惨，去宪哥的节目又讲一次，不对，宪哥正色的问他，玉玲跟你说那是他的故事。然后讲，你知道第一个背的是我吗？现场小钟，小钟，宪哥你放屁，第一个是我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